画面上，一名身穿红色圆点上衣、体型壮硕的老妇人，左手腋下还夹着一只雨伞，头也不回地往小巷弄狂奔。因为几分钟前，他才刚抢劫了一名老翁，得手7200元。基隆市11号早上7点左右，62岁严姓妇人假借搭讪手持拐杖的78岁梁姓老翁，闲话家常后便偷走老翁胸前口袋里的200元，随后又伸手行窃老翁皮夹内的7000元。那他的目标都是一些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说行动不方便的哈，这个独自拄着拐杖，他就会这个借故哈上前攀谈，那被害人可能会认为说是被害厌恶，那这个可能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对他有这个戒心。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这名有多次窃盗前科的严姓妇人，每天一大早搭乘第一班公车，从基隆大庆大城的住家外出，寻找落单及行动不便的老人犯案，和被害人聊天，趁对方没有戒心的时候行窃。多年来，他涉及的窃案不计其数，基隆资深员警几乎都认识这一号人物。连刚上任不久的警察局长杨元明也知道他的存在。那我们同仁调的这个影像之后，发现了涉案的嫌犯就是我们天眼专案的一个对象。警方启动管制犯罪人口的天眼专案，掌握到妇人身份，到妇人住家逮捕他时，发现严姓妇人还将当时犯案穿的红色圆点上衣换成另一件粉色圆点上衣，以为可以躲过警方追查。起初严姓妇人还矢口否认，直到警方出示监视器画面，他才乖乖认罪，交出赃款3000元，而其余的4200元已经被他花用殆尽。最后严姓妇人被以抢夺罪嫌移送法办。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年纪加起来将近150岁，妇人年纪都一大把了，却还要一直靠偷窃为生，背后真正的原因，警方还要再进一步调查。记者朱丁龙、李义璇，基隆报道。